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也许你曾经听过一些人说，你祷告的时候，神是把你所需用的给你，而不是你想要的。神只是把需要的给你，而不是你心里所求的。可真的是这样吗？圣经上真的是这样说的吗？很多人把上帝放得太小。当然，我们上帝不是一个让你心想事成、随便许愿妄求的神。但是我们的神到底是怎么样给我们的呢？让我们来看圣经经文。腓立比书4:19，我的神必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很多人读这个经文，把这个经文读成我们的神必照着我们所需用的，将我们所需用的都充足。那到底干嘛前面讲这些荣耀的丰富呢？在基督耶稣里，到底在讲什么呢？我们看下一页。你看吗？哥罗西书2:9，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了。而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住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本来就应该有神本性一切的丰富的。可是很多基督徒却以为神只是按照我们需用的，所以都只祷告我们需用的。你现在很饿，然后你就跟神讲，上帝啊，给我一块面包能够充饥就好了。不是，上帝要请你吃牛排的，你干嘛求那么小？神是按照他荣耀的丰富，你可能没有办法感受到。我告诉你什么叫做神按照他荣耀的丰富。所以让我们来看下一页。举个例子，慷慨国王与高尔夫球教练。有一个很有名的国王，他非常有钱，他很慷慨，世界闻名的慷慨。他去美国请了一个高尔夫球教练跟他一起打高尔夫球，然后呢他觉得打得很开心，他进步很多，他跟各个高尔夫球教练成为好朋友。所以他决定要送他一个礼物，因为他讲的是英文，对不对？他就说好，那我要送你一个高尔夫球杆，用英文讲，我要送你一个高尔夫球杆。我们看下一页 ，OK。好，所以呢，然后呢，他又想说，这个高尔夫球教练想说，哇，他送他一个高尔夫球杆，好棒哦，这么有钱的人，他会送我什么最名牌的高尔夫球杆？非常漂亮吗？那大概一组上百万吗？还是怎么样？还是可能更好，他会在上面镶金镶银，然后用各种荣耀的东西，然后显出他的尊贵的身份跟等等呢？所以呢，这个高尔夫球教练就很开心，回去美国开始等，想说，大概一两个礼拜应该就会有人送来很高级的高尔夫球杆吧，可能一支100万、200万吧，哦，好期待。就过了3个月都没有人来，然后想说啊，该不会是他食言吧，这个人是浪得虚名，他不是慷慨国王吗？怎么会这样？后来呢，有一个人来了，有一个人他们家敲门，叩叩叩，然后开门了。教练您好，我是国王的特使，哎，我们先进去谈吼。然后呢，他就很期待，哦，是不是从要拿出一支高尔夫球杆？可是看那个人只拿一个公事包，天哪，该不是骗人的，还是什么送我一个小小纪念品高尔夫球杆吗？还是小小纯金的？就这样而已吗？很期待啊，我要好的高尔夫球杆啊。结果他坐下来，拿出了一叠文件，厚厚的一叠放在桌上，然后说，这要干嘛？送高尔夫球杆还要签那么厚的文件？他说，哦，不是这样的，我们看下一页。国王那时候跟他讲，我要给你的是 golf club， 你知道 golf club 可以翻译两个意思，一个是高尔夫球杆，另外也是高尔夫球俱乐部。你知道吗？你的需用，一个高尔夫球教练的需用可能是高尔夫球杆，可是呢，照着国王的荣耀丰富，我什么身份地位？我送人家高尔夫球杆那种小东西，我送的都是高尔夫球俱乐部 golf club。所以国王这3个月在干嘛？他把他数百个全球的高尔夫球俱乐部拿来一个一个看，选出里面最好的、最荣耀、最棒的那个要送给他的朋友。所以他花3个月的时间，他一个一个去看，专程去看，然后还拟好法律的文件要过给他。所以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说的，来，请看下一页。我们的神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你知道国王照着他荣耀的丰富，他的脑袋里面有什么叫做送高尔夫球杆？小小的高尔夫球黄金的别针，还是小小的高尔夫球杆？他的脑袋里没有什么叫高尔夫球杆要送人这种小东西。那高尔夫球杆不是打完就丢掉，还是打完就送人送甘地的或什么的？可是你的需用只是高尔夫球杆，可是他想的事情 golf club 是什么？是高尔夫球俱乐部。好，最好的高尔夫球杆多少钱？100万、200万一支，整套我们算你1000万好不好？一个最好的高尔夫球俱乐部要多少钱？1亿美金都不一定买得到，30亿台币都不一定买得到，你懂吗？这就是神的荣耀的丰富。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我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听到这个东西，觉得没有啊，我觉得上帝给我的都少少，我都只是够用够活而已啊。可是不是这样的，你晓得吗？因为
我们里面很多时候会恩典跟律法掺杂，恩典跟律法掺杂在一起。所以你有些时候在恩典里面你够，可是你在律法里面你又不够。我要告诉你，请你专注的要知道，你不要再靠律法，现在是新约，你要靠上帝的恩典，然后你的应许就不会废弃。如果你有机会去看我们其他的视频，其他的影片里面有提到怎么样使你应许成就，怎样使应许不会废弃，谁应许你就一个一个成就，而且是照着他荣耀的丰富，不是高尔夫球杆，是高尔夫球俱乐部，这是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让我为你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真正的知道上帝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所需用的一切都充足，不是在照着我小小的需要。神不只给我需用的，他也给我想要的。当然不是心想事成，可是神会把那最好的给我。有些时候我想要不是最好的，神要把最好的给我，但是我所想要的他也很看重，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你的儿女想要你当然看重，你不是什么事情都给他，但是你一定把最好的给他，而这是上帝的恩典。你也不用担心所谓的最好的是好像很属灵很烂，不是，是又属灵又好，这才是上帝荣耀的丰富。奉耶稣名祝福你，领受这样的丰富，我的神必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所需用的一切都充足。奉耶稣名祷告，阿门。